六月下旬，和朋友一起计划了这次三天两晚的自驾行。第一天的目的地是 North Thompson River 省立公园，非常期待。早晨8点准时出发，沿7号公路奔向 Hope。走7号公路车少景致好，比7号公路也晚不了十几分钟。Hope 山清水秀， Coquihalla 和 Fraser 两河在此交汇，电影《第一滴血》曾在这里取景。 Hope 还是世界电锯木雕之都，每隔一年的夏天，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会聚集在 Memorial Park 举行为期4天的电锯木雕比赛。现在这个公园里有许多目标作品，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公园参观。离开 Hope， 我们沿5号公路北上。5号公路从 Hope 到 Kamloops 一段又叫 Coquihalla 公路，以前它称是一条收费公路，为1号公路提供一条便捷的进路。这段路路况很好，但中途停车的机会不多。
在休息区短暂停留后，我们沿5号公路继续北上。行至高处，天空放晴，早上出来一直担心会不会下雨，这些担心现在都随浮云飘散。前面的那个山是被烧过了，大火烧过了，全是黑乎乎的树干。远远望去，山火肆虐后的山林，成片的树林只剩下光秃秃的黑色树干。接近 Kamloops， 路两边树木变得稀疏起来，山色也变成暗黄色。Kamloops 是宾夕省第八大城市，是北美花西参最大的产地。这里也是一个两河交汇的地方。Kamloops 在当地语言中就是两河交汇之地的意思。南北 Thompson 河在这里汇合，整个城市位于河谷之中，沿两河向外铺展。往前，人烟越来越稀少，随时注意保持足够的饮料。过了 Kamloops， 继续沿5号公路北行。从 Kamloops 开始往北，这段5号公路又叫 Yellowhead 公路，它连接着横贯加拿大的1号公路和16号公路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进入 North Thompson 河河谷。
路边 North Thompson 河河水滚滚，奔流而下。傍晚5:30到达 North Thompson River 省立公园的营地。日落虽然要到9点多，但新手操作还是抓紧时间安营扎寨，起火造饭，牺牲一点空间，铺了几个沙发垫子，使用下来 CRV camper 实际效果不错，非常舒适。车尾帐篷房门通风，效果理想。一切安排妥当，晚餐也好了，凉面，好吃。